哎，这倒好，应了南方的俗语，破烂的装泥鳅，是走的走，溜的溜啊。也只不过走了两个人，何至于落得这样呢？哎，五妹啊，接着巴黎电报要到法国去，这不刚拿着电报跟母亲商量这事儿呢，说已经回了一封信了，暂不能走。母亲呢，倒批评她不是，说你们到巴黎去结婚也好。 倒省了一笔费用。这孩子十之七八是去成功了。其实家里少两个人也没什么，不过从明天起就要大批的裁减佣人了，家里就要冷淡下来了。哎，两个账房的账结出来了没有？结出来了，刚才我草草看了一遍，没发现什么问题。但是外边风言风语很多，说柴甲二人发了财。 怎么回事呢？这越是能装假的人，表面上就越装得干净。我来帮你算算，你去歇会儿吧。哎呀，哎，快去吧。 这一阵子你动不动就伤心，何必呢？你还年轻，好日子还在后头，可别恼坏了身子。哦哦，瞧着孩子哭的，该吃奶了啊！还是找个奶妈喂吧。哦哦哦哦，我的心事你也不明白，我实在是顾不上这么多了。 青秋姐，八小姐来了。李妈，你先下去吧。我真弄不懂，你和我七哥是爱情结合的自由婚姻，为什么会弄成这样呢？八妹，有些事情。 你是绝对不能强求的，你强求了，反倒没有什么好的结果。那件事儿，我知道了。什么事儿啊？七哥。 要跟秀珠姐去德国，终于让我查出来了，休想从我手里逃出去！查出来了，你先坐下。你看看，单从字面上看就能看出账的问题吗？ 然后呢？他们能作弊，我就能查弊。这账簿子被人撕了好几页。不能够吧？我们的账簿都是印刷局里定制的，每本一百页，有首制尾都印有字码，就是为了固定了，免得日后到填日期、查账之类的事儿。这页数，他们敢短吗？ 他们不敢换，这账簿子明显被人换过了。这也许是印刷局里偶然用了两种不同的纸印的吧，这也不能成为证据。印刷局里印几千几万本书，何至于印出两样纸来？我们家有百十本账簿，就算是印错了，也应该是一部分。 不可能只有四页，而且这四页纸的颜色、格子完全不一样。这还不算，我们家的账簿子原是用纸碾子钉过了，再用线钉的。可是你看，这88页到91页上面有两个纸碾子的窟窿。
所以我说，这账簿子一定被人换过了。照你这么一说，是有些问题。可是咱们只查出了他们撕账本，没有查出他们做假账，就算知道了，也枉然了。只要知道他们换了账本，就一定有假账。我们仔细的研究，就一定能查出问题。嗯，有道理。 那好吧，查账的事儿你就交给我。这还了得！他们胆敢换账本改私账，平日里吞没的阴钱就可想而知了。这是你们私下里解决不了的事情，我要卖个老面子。你打电话给杨总监，就说我要亲自跟他说话，请他带几个警察来看管住那两个东西，问问他们是愿私了还是官了。 要私了，找个保来把这账本彻底查一下，要有一个子儿靠不住，都让他们吐出来。您别生气，我已经给他们打电话了，说话就来。这事儿，你来办吧。杨兄。 府上的银钱出入，就是归这二位账房吧？嗯，你们带金总理管了这些年的账，北京城里买了几所房子以外，家里还买了不少的地，这总该满足了吧？总理死后，你们还大大的来报一笔假账。照你的做法，从道德上讲，你们是忘恩负义。 没什么好说的，从法律上讲，你们也是刑事犯，把他们带上。大少爷，这件事我们实在是冤枉啊！是，您请您派人仔细查一查，我们伺候总理这么多年，总有点不当之处，也请您念念旧情啊！早知如此，何必当初？总监大人，我们请您让我们取个保，我们随叫随到。我只管抓人，要保。 我知道你没水，你为什么不理我？你是回家来挑衅的，对不对？不必了，你要到什么地方随你的便，我是不会拦着你的。要离就离，要散就散，你又何必非要吵着闹着才算呢？ 我说的都是真的，我已经决定这么做了。这是你说的，要离要散都是你说的。你说这是我的主意也可以。我既然已经愿意成全你的前途，那我就成全到底。我现在可以马上宣布。 这样，你要是定下日子启程的话，我想也不至于耽误你的行程吧？什么行程？你不是要和白小姐一起去德国吗？谁告诉你的？你想一想，这样的话，谁能告诉我呢？这是你猜的了。不管我猜的对不对，只要你自己说出来。 如果你真的有这样的计划，那我这样说了。
你还有什么不满意吗？满意，我没有什么不满意的。妍希，其实你应该把真相告诉我。你要是不告诉我，你只能和白小姐做普通的朋友。假使我知道很清楚，那我会成全你们。 让你们堂堂正正的走在一起。假使你知道很清楚，你让我们在一起，你凭什么一个人决定我们的婚姻？你不觉得说这样的话太没诚意了吗？诚意，说过的话都可以改变。那我真的不理解。 六小姐回来了，李妈，家里那些花呢？花匠都辞了，哪还来的花啊？怎么就你一人？哎，家里的佣人都走光了。太太，六小姐和六姑爷回来了。 母亲，回来了。嗯，什么时候回来的？昨天，早就该给母亲请安的，可是浩然昨天有点公事，所以就……既然那么忙，又何必回来呢？ 多少事吗？你把一生不可也走了，永远的离开我，金家败了，我对不住金家祖先，对不住金家老小，妈对不住你，妹子，妈，您别这样子说。 金家虽然说败了，但我们还在您身边呀，这就够了。妈，您总想保住金家，可是金家是保不住的。您确保住了金家的人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妈，您是我最崇拜的母亲。沈琪啊。 长大了，这都多亏了他。母亲，您别太难过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。会好的。来，坐下吧。母亲，你不知道，妈有多少话想跟你说呀。 妈，今天晚上咱娘俩一起睡，我要和你好好聊聊。
秦秋妹妹，怎么又发呆了？想什么呢？我看着这花都快哭了，心里就是很难受。我看你呀，快成林黛玉了，是不是还要来一个葬花情节啊？四姐又在开玩笑。对了，我们马上就要搬家了，今天是来跟你道别的。要走？你怎么这么快就要走了？天下没有不散的宴席啊。 手滑在外面找了一间房子，我也看过了，觉得挺满意的。你要是有时间，也抽空来玩玩。秦秋妹妹，你怎么了？我知道你委屈了。这个老七啊，他是越来越不像话了。他已经决心跟我分手了，是无法挽回的了。再说，我实在也有这种意思。 我真是没想到，你们这对有热恋而结婚的人，这么短的时间就变卦了。可是我也没见到你们大吵大闹过呀，怎么就丝毫的不能和好呢？要是真有什么事情而争吵，分手就分手了。是他越走越远，我又一味的让步，他没有法子说是离婚的理由，只有一走了之。 而我只要一天不答应他离婚，他就一天不痛快。我也想明白了，就随他去吧。我知道你说的这些都是好心话。你们以前不是很好吗？我原来以为不一样的人是不会在一起的，可是他告诉我。 只要有爱，不一样的人也是会在一起的。可是我现在才发现，其实我们两个人都错了。要是你们都同意离婚，那孩子呢？既然已经没有了爱情，那我还要这个名义上的夫妻有什么用呢？可是。 发什么呆呀？燕子去了，有在来的时候，杨柳枯了，有在青的时候，桃花谢了，有在开的时候，有谁能告诉我？ 为什么我们之间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？因为你变了，所以百合花也谢了，就再也不会开了。八妹，你现在长大了，可是你还是不明白。 从来没有改变过，只是周围的环境改变了。我曾经试图改变自己，去适应它。有太多的事儿我不明白，所以我失败了。就好像葡萄藤上的百合花，终究会凋谢的。 那你为什么还要让它开花呢？现在我才明白了，花开花谢都是自然的事情。
就好像我爱上一个人的时候是没有理由的，是自然的。那你和青秋姐不后悔吗？话不是开过吗？有什么后悔的？你和谢玉树怎么样了？有你这样的先例，我一辈子也不结婚了。傻丫头，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，你是你，我是我。你们不是很相爱吗？你们不是自由婚姻吗？难道这些都是假的吗？你们为什么要变心？为什么？我从来没有爱过除青丘之外其他的女人，从来没有过。等一下，你去哪儿？我要走了。是去德国吗？对。把这个带走。只有这个吗？我身上还有什么是你的？你看看，你在镜子里面好好看看，你从头到脚，哪一样不是金家，哪一样是冷家的？彻底决裂了，我这就跟你老人家说一声，我现在就回去，去做穷人家的女儿。站住！梅丽，老七呢？把他给我叫回来。他已经走了。青丘，别急别急，别着急啊，咱们有什么话，来来坐下慢慢说。来来来，坐下坐下。哎呦，七少奶奶，你可能误会老七了，你和老七是自由恋爱结的婚，怎么也会闹成这种地步啊？少说两句。得了，
别在这儿裹乱了，妈。我实在是受不了了，你老人家看看他现在的样子，我还能指望他回心转意吗？我现在也不说离婚，我只想让你请我，可以让我回家多住两天，让我把衣服都收拾好。 把这金家的衣服换去，从此以后，他也不会再说我从头到脚没有一样性冷了。嗨，都是话赶话，你有什么解不开的呢？就算你们两人不合作，你的东西也不全都是他给的呀，这不是孩子话吗？现在也不是跟他说情理的时候，我只希望以后不再受他的侮辱。 让我做什么牺牲，我都是肯的。只是这孩子还是金家的，我也不敢负这责任把他带走。妈，我就求你，让我回娘家吧。回去住几天也可以，可你也用不着今天哭丧着脸回去啊。哎呀，青秋，有什么事情好商量？你又何苦这么性急呢？ 现在这日子，你跑回家去，不但会吓到伯母，就连家里的亲戚朋友也都会大大的惊异，对大家都不好呀。喂，四姐吗？你快点回来吧，七嫂要跟七哥闹离婚了。哎呀，妈真是不幸。 家里老是接二连三的出这种分离的事，好，我马上就去啊！快点啊！哎呦，四妹，你可来了，不得了了，都打起来了，你可是保人，快劝劝吧！劝劝吧。青秋，妈，你也别生气了。这件事是老七不对，你先消消气，回头。 我肯定给你一个圆满解决的办法。你最大的目的是要表明你不吃金家的饭，不穿金家的衣服，不用金家的钱，一样可以过活。要表明这件事情的办法很多，何必一定要回家去呢？你先消消气，别哭了啊！我出去教书是违反了金家的家规，那你让我在家里吃闲饭？ 青秋姐，咱们出去谈谈吧。走。活该。青秋姐，这回你可以不用说走了吧？ 四姐说了很多好话，我是绝对不会不理的。我倒有个主意可以试一试，如果这也办法都行不通，那就不要怪我不讲情理了。只要你能讲出条件来，那就好办。你说你想怎么样呢？后院有一座阁楼，没有人住。我现在就收拾几件衣服上去。你以后就告诉厨子说。 每餐我只吃一碗菜一碗汤，他多送了我也不吃。在我的婚姻问题没有解决之前，我绝不下楼。好吧，我就答应你吧。不过你要是闷得慌，总要找一些书来看看吧。书倒是要有的，念在我们朋友一场，也请你帮我一个忙，多送我一些书来，还有一些笔墨纸砚。我也想写点东西，现在。
我又是朋友了，哎，朋友就朋友吧，你放心，笔墨纸砚一定会充足供应。看来我们家楼上要出一位大作家了。四姐，人家有心事呢，你开什么玩笑啊？我看他在气头上，又不好说什么，就只能开开玩笑了。四姐，你这要是在跟我开玩笑，那你就不是诚心在为我解围。 我还是要回家去的。我现在要走，也不用跟任何人打招呼。我是说走就走的，反正你们也不会天天看着我。好，我答应你就是了。七少奶奶，不好了！七少奶奶，柳公子他怎么了？他出事儿了。 Thank you.
是你要的十本书和一些稿纸。谢谢四姐。不知不觉，你已经写了这么多了。我真是太佩服你了。我也只是练练手而已。也许你也是我唯一的读者。这又是何必呢？这没什么。我问你，你打算将到什么时候？想当初你一味追求人家的时候，你是怎么表现的？啊？我看你呀，早晚得闹出点大事儿来，你就高兴了。你说，你到底准备怎么办？我也不知道。你还是舍不得他，不想离开他是吧？妈，我以前说的话，现在没变过，只是……那你就服个软，说几句好话不就行了吗？倒是小莲当尼姑的事啊，勾起了我一肚子的心事。你看，她跟柳公子感情多好啊，柳公子为她而死，她为柳公子去当了尼姑，这就像编戏一样啊。这一对痴情的男女，就好像莎士比亚的《罗密欧与朱丽叶》，偏是你的一般兄弟，就没有一个像他的。尤其是老七，总不能这样不了了之，这样不负责任吧？青秋好像已经安之若素了。他虽能安之若素，可我们总不能让他在这儿闭门自首吧？哎，这也不是今天能解决的事情。慢慢再说吧，天色已晚了，大家回去休息吧。妈，儿女的事情到了读书毕业谈婚论嫁以后就不需要父母再操心了，他们现在各有各的主张，事情已经到现在，说什么也没有用了，你就随他们去吧。唉，也只能如此了。润之啊，嗯，跟我谈谈南方的情况吧。在南边，孙先生，谁要听这些啊？吩咐，饭已经给您送来了。我不想吃。七少奶奶，您就吃点吧，要不我们不好交代呀。我跟你说了，我不想吃。七少奶奶，你就是为了孩子，也要吃一点呀。好了，你们放在门口吧。是，七少奶奶，快搁这儿，搁这儿，快走了。